这里就是很多吃东西的地方。如果你去游泳了，来这个Escobar之后，这边有很多东西呢都可以吃。在我的后面那个地方，不晓得要吃什么，随便找个东西来吃。现在就来吃这些了，喝这个野水快半一杯，然后 Chicken Win BBQ 的快餐一只，两只2.6块。10多年没有来这边吃了，10多年了，是 Chicken Win。哇，蛮挺脆，蛮挺香的。放个酸柑子，也是用我们的这个 GoPro 9哦，这个运动相机啊。当你拍了之后呢，不一定要等到呢你回家呢才会知道你拍的情况。其实这个 GoPro 9呢，它可以把它的所拍的视频呢都拎去手机，手机直接就可以看到了。它是拎在一起的，在电话所拍的，非常特别。